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。前礼拜我有在介绍讲，惊说的约翰出来传上帝的信息，爱出来头一句话就是在讲什么？恁着悔改，接受说的上帝会赦免恁的罪。悔改说的上帝赦免恁的罪。我前礼拜嘛有在讲起，惊说的约翰出来了，接续的就是耶稣出来的传讲天国的信息哦。啊，这是四本福音书，同时阵拢是按介绍，但先有惊说的约翰，啊，然后耶稣伫后面来。啊，惊说的约翰，大家第一想讲，伊是毋是犹太人等待真久的一个拯救者来到伫中因的中间？但是惊说的约翰拢讲毋是，有一个伫我后面来，我就是屈辱解头的大嘛未堪得，一个伫我后面来，伊拢无讲什么人，这是一个真趣味。所以当时的人拢一直在注意，到底什么人是接续伫伊后面来。啊，结果耶稣来是真少人在注意，耶稣一出来，伊就开始接续伫惊说的约翰的后面，在传讲天国，也是讲上帝国的信息。两位观众朋友，福音书的作者特别提起一项，这项真特别哦。这人的特别在哪里？说耶稣要出来传讲上帝国信息的时候，耶稣也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，去到在约旦河的所在，要接受惊说的约翰给他洗礼。这个洗礼我有说过，前礼拜有说过，就是在表明什么？表明清气，表明人的心内愿意用上帝真做伊的中心。耶稣甲众人同款，嘛去约旦河，伊伫众人的中间，伫群众的中间，伊甲群众大家人去。福音书的作者记这个故事，讲惊说的约翰看到耶稣来时，伊讲我无法度甲你洗礼。耶稣说你得照正人在做，你答正人做，这样做在我的身躯上。耶稣就是人在正人的中间，在群众的中间去接受这种的行动。不过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这项，说耶稣受洗礼了后，忽然间天有声音传下来，耶稣看见到什么？天开。基督教的圣经那底写讲天开，安尼意思就是在讲上帝降临到伫人的中间哦。伊用这个天开来底表明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看见天开的人，甲上帝关系非常特别。所以当耶稣受洗礼的时阵，伊讲迄个时阵天拍开，上帝直接甲耶稣讲话。伊讲什么？讲你是我所听的囝，我欢喜。你是我所听的囝，我所欢喜。咱应该会记啊，我伫介绍这个福音书的时候，我有讲起上帝找天使加伯勒去甲玛利亚讲，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囝，得改号名叫耶稣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的出世是上帝特别奇妙的一个作为。啊，当上帝对天降临出声，甲耶稣讲：“你是我所听的囝，我欢喜你。”这是伫约旦河的所在洗礼，接受惊洗礼，约翰甲伊洗礼，然后天开，然后甲伊讲的话。古约创世纪的圣经有写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在讲雅各离开老爸家，要去伊的丈人拉班的所在，
合然伫啊来娶某的时阵，走路已经天暗，啊来到一个所在叫做伯特利，爱伫啊伫过暗暝时，伊讲伫过暗暝伫困的时，突然间。天开啊，天晒来来去去，啊，伫个头壳个边啊，有一支叫做天梯哦，透到天顶个楼梯，啊，天晒伫个楼梯来来去去，上帝伫伊个身躯边，看见天开，看见上帝伫伊个身躯边。后来，雅各看见这个现象了，已经拄拄天光，伊一个睏醒，惊一个。啊，这惊一个讲什么？讲原来上帝嘛点伫这个所在，上帝嘛点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就将迄个所在改号名叫做伯特利。安尼意思就讲，上帝徛起的所在，啊，这叫做伯特利。不过这个看见天开有楼梯下来，天使走来走去，嘟嘟地表明上帝跟雅各中间有很特别的关系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雅各上帝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，这就是今天以色列民族一直在表明因跟上帝有那个很特别的关系，一个背景也跟这个有关系。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人，圣经如果说上帝跟一个人在地，不是在表示这个人每项都兴旺，事事平安，不是这样，还是说每项事情都顺遂，没有。我们在看雅各的一生，是在很惊吓的中间，很不稳定的中间来在过日子。咱也注意呾看旧约创世纪伫描写的雅各是安，啊，咱也伫讲雅各另外一个名叫以色列，今仔日的犹太民族、以色列民族，其实拢是雅各的后代。咱伫讲以色列人，就是伫讲雅各的后代；咱伫讲犹太人，其实就是雅各的子孙。啊，咱也呾看因规个民族的历史来看。哦，迄经牛凄惨连连，毋过有一项，虽然在讲凄惨连连，其实嘛在讲一项，有上帝甲你伫地，伫上艰苦的经牛的内面，你有生存的气力。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一个真中心的观念，上帝甲你伫地。啊，这句话嘛是一个祝福的话，意思在讲。你无论伫甚物偌艰苦的境遇的中间，上帝袂离开你哦。啊，咱若伫看这个观念，才是正确的。较毋是讲上帝甲你伫地哦，啊，你事事行通啦，啊，大项代志拢无问题，真紧的解决，毋是安尼。耶稣的一生嘛是安尼经过。所以后来耶稣伫伊知影过来，伊会面对十二个苦难的进程，伊甲伊的学生讲一句真重要的话。伊讲什么？伊讲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甲我结连有平安。诶，趣味吼！伊讲我将这个话甲恁讲，互恁甲我结连做伙有平安。啊，这个平安在讲什么？这个世间有苦难，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。耶稣无达人讲这个世间无苦难，嘛无人伊嘛无达人讲你来对我无苦难，伊无安尼讲。伊讲什么？伊讲这个世间有苦难，确实甲我做伙恁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。耶稣赢过这个世间，安尼就是在讲，互人对耶稣得到的快乐，唔惊世间的苦难，会赢过这个苦难。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心。两位观众朋友，咱大家来安尼想，
咱伫即个世间，定定上惊吓的是啥物？死亡，惊毋是？咱若听到讲死亡带来威胁，会致到咱的生命无平安的。哦，咱注意呾看，2003年台湾发生 SARS 的时，大家惊个，非常惊。啊！得爱赶紧将遮个着着 SARS 的人家隔离出来。迄边的 SARS， 咱台湾拢总过往87个，啊，入院医治好开搁较济哦。啊，有87个无法度得到适当的医疗来过往去。咱迄阵的惊吓较紧，经过10几年，咱较紧犹阁记忆真清楚。当耶稣在讲平安这个字眼的时阵，这个话句的是，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， shalom 叫做平安。其实平安是在讲啥？赢过死亡，这个叫做平安。伊原来意思在讲战争结束，啊，这个瘟疫结束，瘟疫战争。拢是对人的生命上大威胁的困难，所以犹太人在讲这个 shalom， 这个平安的意思，在讲对死亡脱离出来，这个叫做平安。啊，耶稣若赢过这个死亡，这个世间有苦难，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，就是在讲世间人上惊的这个死亡。在耶稣的心中，你甲伊结做伙，你会赢过去，毋免惊吓。咱先讲到这，休困一下，再过来继续。咱头先有在讲，耶稣在讲，甲我结连有平安。其实咱若注意呾看，今仔日伫世界发生一件真大诶代志，伫啥物难民调。咱若看无偌久之前，是伫北非诶所在，真侪人拼去欧洲，各准要脱离伊诶故乡，因为因伫因诶国家，伫因诶故乡生活真艰苦，因想讲会当拼去欧洲。啊，佮看最近伫中美洲。中美洲，咱有发现足济国家。中美洲有几啊个国家，上少有三个国家，遮个百姓逐个行路行几个月，安尼囡仔挨咧，啊，简单的行李拍咧，腰过搬山过岭啊，用行路搬山过岭。要去到伫墨西哥，啊，毋茫会当偷渡入去到伫美国。咱若看川普落命令，绝对爱边界甲伊阻挡开，伊无要搁互遮个人入去伫美国。啊，即咱有一个名词叫做难民条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就是无平安。啊，耶稣。讲什么？伊甲伊个学生讲：“恁甲我做伙有平安。”后来咱通知，遮个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，就拄到真济困难。毋过，因拢克服遮个困难，将耶稣基督个救恩就安尼甲伊传播出去。咱嘛会当安尼讲，耶稣有讲即个话，甲伊个学生安尼讲。伊讲什么？伊讲有一日拄到伊真好诶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诶人寄话甲伊讲，耶稣一个真好诶家庭诶朋友叫做聂萨罗，已经过身去。啊，聂萨罗诶两个兄弟，一个叫做玛利亚，一个叫做马代。所以咱会当看见耶稣去找因的时，因两个就好，伊讲你若伫遮，我的小弟袂死。耶稣甲这两个姊妹讲什么？伊讲各我甲活命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亡死，犹阁要活；
既然我来信我的人永远未死。耶稣在讲未死，意思在讲什么？赢过这个死亡的惊吓，人若赢过死亡的惊吓，就是过活，就是有迄个新的活命出现。所以伫基督教信仰的内面，其实无在讲啥，无在讲死这个物件。基督教的信仰正确是在讲什么？讲生命，新的生命出现。一个新的生命出现，就是表示原来迄个生命已经结束，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出来。啊，这个叫做过活。哦，所以这嘛是后来保罗讲的一句真出名的话，讲老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正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这就是耶稣甲上帝结连，伊带来一股新的气力，伫伊传福音的中间，伫报予众人知影。路加福音书这个第三章的所在，伊大声介绍耶稣受洗的是天拍开，然后上帝对伊讲话：“你是我所听的囝，我欢喜。”留意观众朋友，这句话真重要，因为这句话落尾在耶稣传福音的中间，常常拄到这个有限的气力在甲伊讲这句话。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上帝哪会乎你拄到这么大的艰苦？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上帝哪会乎你会拄到这个困境？这真有意思的一项哦。虽然会当看出讲，上帝话临到伫耶稣的身上，一个路加作者讲什么？讲耶稣看见天开，啊，然后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开始伫介绍耶稣的家庭，啊，这个家庭的介绍就是用族谱来介绍，真特别的一人就是。马太福音书嘛写耶稣的族谱，介绍予犹太人知。马太福音书是一本写予犹太人伫看的福音书，因真爱作者真爱甲犹太人讲啥物，讲恁伫期待一个拯救者来临，一个拯救者已经来，伊就是耶稣。犹太人拢一直相信一项。要来这个拯救者是甲大卫哦，因真爱这个大卫王有特别的关系。因真爱就是大卫王，因为大卫王是上帝所欢喜的一个君王。啊，佮圣经先知有讲，对大卫的子孙要出一个拯救者，哦，伊真爱哦，因大家真爱。所以马太福音书在写耶稣的族谱时，特别强调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，这是头一句话就安尼写出来。然后族谱干那写到亚伯拉罕，因为以色列民族相信因的祖先就是对亚伯拉罕开始算，啊那对亚伯拉罕开始算，甲亚伯拉罕无关系，就无算作是。因共系统的人，啊，路加这个福音书的作者，这个医生路加，伊毋是犹太人，啊，伊写的福音书是要予毋是犹太人的人读的，伊在甲毋是犹太人，即个所以啊，做外国人、外邦人，在讲一个真要紧的人物，咱生命共同的救主就是耶稣。耶稣就是为着世间人来到伫世间，所以伫耶稣出世的时候，我有甲咱讲过，天顶有天使出现，啊，天使出现伫教什么？伫教伫旷野伫过羊的人讲什么？我报恁一个大好的消息，这个消息是甲所有的人，甲所有的人有关系。
所以伊在讲所有的人，并不是干那伫犹太人以色列民族，所有的人是全世界上帝所有创造的人。啊，咱在看上帝创造所有的人，就是人类。因为这个因果，儒家在写族谱，在写到伫倒位，人类的开始叫做亚当。阿东的表明就是开始的讲到人的时就讲到阿东、哦、所以伊的族谱跟马太福音书无同，啊，咱得当看出无同款的人写同款的代志，描写的角度、方法、立场拢无同款。马太是讲到阿伯拉罕，因为这是以色列民族共同的祖先。路加是甲人类的始祖亚当，对人开始这个亚当，伊讲耶稣的族谱推到伫亚当，啊，那推到亚当，就是在讲什么？讲耶稣是咱大家人的拯救者。路加福音书是唯一的一本册，甲咱讲什么？讲耶稣30岁开始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。诶，真趣味！伊30岁开始出来，啊，是安怎知影33岁过身？因为根据约翰福音书，耶稣有3遍转去耶路撒冷参加犹太人上大诶一个节期，叫做半过节。所以半过节3遍，啊，逐当转去，因为即个因果。所以大家人知耶稣33岁就结束，因为他最后一遍去耶路撒冷参加半过节，啊，就死在耶路撒冷的所在。啊，咱咪安尼想啊，既然是上帝的子，上帝哪会无予伊活较久？啊，福音传到伫耶稣的手，会当予全世界拢得到福音，安尼毋是搁较好吗？予伊活到90岁、100岁。就是咱的圣经毋是安尼写，伊讲33岁耶稣就结束。其实基督教信仰嘛，伫甲咱讲一人生命伫上帝的管理，啊，上帝予一个人较长岁寿，一个人无遐长的岁寿，甚至有诶囡仔的时阵就结束。伊拢伫讲一人真正的生命毋是伫长甲短。真正的生命是伫上帝手的管理，无有一个人会当决定我要活几岁，啊，得真正活几岁，毋是安尼。所以生命不在长，啊，是短，生命在伫倒位。咱安怎活出这个生命的内涵，和咱的生命的内涵会当活出来，这个是介重要的所在。生命不是在长短，生命是咱活出什么种的内涵。咱若将这个代志咧，咱就袂去得一直得注意要活外久啊，活外长，迄个已经不是生命本质甲上重要的所在。真欢喜你半时间收看这节目，上帝祝福你平安。